来着？啊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要看。呀，那个漏水。这个干预器会出现啥？这个干预器会出现，就是加热满。加热满，单子可以放进去。这个料已经烧过了，明白意思吧？啊，明白。看手心啊，一定看手心。手心如果拉下去了，就是加热效率不好。啥是手心？自针儿吗？姿势吗？啊。OK 了，OK 了啊。